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有关44克的二氧化碳嘛？44克的二氧化碳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 A 选项啊，二氧化碳的分子摩尔数是一，那我们看看哦，这个二氧化碳哦，它的这个分子量是吧？分子量我们用 m 名代表，碳是12，氧的话是16，16乘以2。这个是32加22刚好44，所以这刚好是一摩尔，哦，这刚好一摩尔，所以这是一摩尔。A 选项的话，它是说二氧化碳的分子摩尔数是一，这个对了，哦，这 n 哈，这等于那个 m 嘛哈，除以 m 零的，哦，质量是等于44嘛，分子量是44，所以是一摩尔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 ，B 选项。B 选项他说含有两摩的氧原子，这个对啊，哦，它一摩的二氧化碳嘛，里面它有两摩的氧原子，这个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，C 选项，共有 1.8 乘以10的24次方个原子。好，现在有一摩嘛。然后呢，这个一个哈二氧化碳原子的话，它有什么呢？它有那个三个什么呢？三个原子，一个分子它有三个原子，它需要几摩？它需要一摩，一摩就是6.0乘以10的23次方，我就等于有三摩的原子，一摩的分子有三摩的原子，哦，一摩的分子嘛有三摩的原子。这368乘以10的23次方，这是 1.8 乘以10的24次方，所以这个选项呢是对的，哦 ，C 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看呢 ，E 选项，D 选项，它说含有 1.2 乘以10的24次方个碳原子，它碳原子是一摩尔。一摩尔的话当然是6乘以10的23次方个，所以这不对了，不是 1.2 了，因为呢一个分子的二氧化碳只有呢一个碳原子，所以应该是这个才对，是一摩尔的碳，所以呢 D 是不对的。他现在选什么？选这个不对的，选不对的，所以要选 D。